蔡维安，我是美女中刘志妍。我们的题目是理论计算设计及高效率极简合成 CMK2 抑制机制最佳潜力抗癌药物。首先我先简介一下我们的课程内容，肝及膝盖蛋白调节酶简称 CMK2， 目前已知在人类多种癌细胞中过度表现，表示抑制其活性可以减少癌细胞的增殖。目前市售的抑制剂 KN93，下降停止与抑制蛋白质尚未应用至癌症治疗，而我们选择乳癌来进行研究。我们测试的乳癌细胞是 MDA-MB231。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制备比 KN93 效果更佳、更易合成、亲和率更高的 CMK2 抑制剂，并且开发出具有潜力的乳癌标靶药物。下面是我们的实验流程。首先，我们进行分子结构设计，我们共设计出42种候选分子，再来利用分子模拟分析软体进行理论计算。接着进行合成与纯化，再来是生物检测，分为细胞毒性检测与酵素活性的测试。未来我们也会使用裸鼠进行动物实验。接下来我简介一下结论的部分。在理论计算，我们综合各方面呢，最后选择弯谷系列的化合物做后续的合成。而在合成部分，我们选择的是完全创新的三度合成路径，它的产物纯度非常高，而且效率也很高。同时，它具变多变性与弹性，有利于新药物的开发。而在生物检测的部分，蛙皮二它对细胞选择性非常好，那蛙皮六它抑制蛋白质的能力是最佳的，它们两个都是非常具有潜力的抗癌药物。那我们之后也会再进行动物实验，希望最后可以制作出成功的抗癌药物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。